大家好，我是康，我是景宏集团景宏设计的负责人。我们景宏设计中空底赞专注于民宅设计，尤其精专于中高密度开发以及豪宅设计。我们的主营业务包括协助客户从选地开始，前期的尽职调查、规划立项、设计报批，到后期施工管理，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流程的管理服务。在为每个项目选择外立面材料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考虑到产品的维护成本、不同的材料的搭配、安装的复杂程度以及最终的呈现效果。 James Hardie 的产品完美满足了我们各方面的需求，并且性价比出众。我们在 Barry Park Villa 项目的开发中使用了多种 James Hardie 的材料，比如 Stria 外墙板和 Linear 护墙板，他们的产品可塑性也很强，能打造出不同的设计风格，可以根据我们的设计理念来进行调整。在施工过程中， James Hardie 还同时提供了许多技术上的支持以及现场的指导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呈现最终的效果。在未来更多的设计中，我们会继续选择 James Hardie。